第六招，网站主机的地理位置和目标客户群是同一个国家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这个网站贩售的商品是卖给美国人，那我们这一台网站的主机最好架在美国。如果我们的对象是台湾人，那我们的主机，这个网站的主机最好架在台湾。这就是地理位置的优化。那第六招，网站主机的地理位置和目标的客户群同一个国家，这是一个和内容没有关系，但是却影响搜寻引擎排名的其中一个因素。那建议呢，就是你在哪边做生意，你的客户在哪边，那你的网站就架在哪边。假设你的目标客户是在美国，那你的网站可能在美国租一个虚拟主机，直接把网站架设在上面，这是最好的。一来呢，是当地的人上这个网站速度会比较快，因为他不用跨国，所以他的网路线都是在同一个地点，这个上网速度也比较快，而且也比较稳定，对 SEO 也比较有帮助。